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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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感应，感应后就进站搭车这样子。哦哦哦。对，聊到那个了。我想买取那个机场嘛，车票嘛。两个人的。一个人一百六，三个人两百。桃园机场是吗？要可以啦，这个。350。哦，350哦，我以为。你咁快直通车喎？系啊，就呢个一样价钱，一样价钱，一样价钱噶。快一點的車吧，什麼時候啊？你落去喺月台睇嘅。11:00有一班啊，因為他我個細佬未嚟啊。哦，唔急嘅，15分鐘一班。15分鐘啊？啊，每15分鐘一班。哇，趕死我哋唔知啊！個機場好大啊，停咗半個鐘頭啊！哇，我都問問。呢個呢度月台。係啊，好大啊！我哋唔識啊，真係。有快車嘅咩？有噶。佢有幾點啊？快車。半個鐘嗰度。半個鐘啊？如果慢車就70分鐘。是啊是啊，你有没有就想到看到的到三重。到三重吗？对。好，爱心票，然后是陪伴，因为我有这个，然后一个陪伴的。好 OK， 所以要买两张的意思吗？什么？你要买两张吗？还是一张？一张，因为我有爱心卡，这个是陪伴。哦，这个是陪伴的。后面有写两张爱心吗？ OK， 没那么好，这样就可以陪伴嘛？不好意思，稍等一下哦。那个，然后帮我开那个购票的收据。粉色的可以吗？先给你，先说好，让他静静一下，等等。好。那你帮我在那边稍等一下。好。哎，你好。啊，想问一下那个iPass 跟那个悠游卡有什么分别啊？有什么叫什么 iPass？ iPass 还有。其实现在好像大部分用哎，悠游卡比较偏北部啊，北台湾，然后一卡都是南台湾。一卡通是怎么样？一卡通是主要是南台湾比较常用。那在台？台北。台北的话又有卡。啊，台北又有卡。又有卡。好的好的。等等。给两张我。两张又有卡吗？对对。这台湾。好的好的。谢谢，这样就可以了嘛？谢谢。Yeah.